群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我是王湘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5届同理杯天元赛本赛的第二轮，由丁浩七段对阵连笑九段。那么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黄毅中老师。黄老师好。湘云你好，各位棋迷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天元赛的比赛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悠久的赛事了，黄老师。是的，第35届了，已经举办了。确实是他跟名人赛，当时是在87年的左右的时候，就是同时举办了这两个新闻棋赛。好像天元赛还办得更在前面一点，好像我印象中是。是今年也是国内赛事的第一个比赛。是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也是在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不能说是面对面的比赛啊，但是也是在线上。我们现在看一下中国棋院这个比赛的画面。是在北京的棋手呢都在中国棋院下。对，然后它应该是分成不同的赛区。杭州呢也是有棋手在那里比赛哈。这个是连笑，大家都是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在下。在中国棋院的二楼。顾子豪，这是顾子豪。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讲的这两盘棋，连笑对丁浩，先为大家对，稍后讲解顾子豪跟童梦辰的比赛，这是陶佳熙。陶佳熙今天是对李轩豪，李轩豪应该是在重庆，在重庆。就是李轩豪是没有在北京。对，他没回北京。是。陈耀烨九段。面对杨凯文，他今天。是。我的印象其实还一直停留在陈耀烨是天元的时候呢。陈耀烨八连冠在天元比赛。是的，但是真的很快啊。转身呢，就是刚才我们正在聊这个，陈耀烨之后，其实就是连笑了嘛。是的。然后到现在新一届的天元已经是杨鼎新九段了。是的，其实连笑也就是去年才被杨鼎新挑战下来的。连笑之前是三连冠啊。是，就觉得真的过得好快啊！刚才跟黄老师还聊，其实黄老师也曾经夺得过天元的头衔嘛，哈。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有幸呢在同里呢退思源，下了天元赛的决赛。一定特别难忘吧？确实是，当时感觉上是3月份，还特别冷。当时还拿着一个电暖气，当时印象中。真的是这一晃哈，现在年轻棋手们都已经成长起来了。那黄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比赛？好的。等一下我们再聊。好，丁浩是猜到了黑棋。丁浩呢是2000年的棋手。00后。对，连笑是94年的。哎呦，真的一晃，以前觉得95年左右的棋手都非常年轻，现在00后都出来了以后，又觉得又是一波棋手了。是的，连笑都已经是26岁了。真的也算是在等级分前10名里面，肯定是年纪也算是比较大的了。那是年轻人的天下呀。现在反挂一个地方。对，白棋挂角，黑棋也挂角。是。好像比较复古啊，这个布局。这个现在这个无忧角突然又流行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有大家一些新的感悟吧。对啊，黄老师，之前好像我觉得这个 AI 是刚出来，大家都不下无忧角了。对，都是单关手脚啊。对啊，因为无忧角呢，一个是怕尖冲，二个呢是也怕白棋从这边碰。有这两个可能比较的不好对付吧，这两个下法。但是呢可能最近他们肯定有什么新的研究吧。对，这个就是好像又轮回回来了。挂角。对，所以白棋飞压一直说是呢这个好像觉得挺好的呀。对，白棋低挂的时候呢不走的话呢，白棋飞压很能够先手飞压到，总是便宜的。然后他是飞。飞，现在都是飞的。现在好像都不跳了。对，跳的以后就是利用比较多，这样压啊还有拖啊利用比较多。这样飞呢就是利用比较少，眼见的飞的话呢白棋就拖不进来了，拖白棋可以冲了。如果这个地方继续这样。对，那
这样就可以冲下去。啊，可以冲下去，它跟这个地方对，以前是软头，以前可能挡住，这样的话有一个托的利用。对，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下。其实飞压的时候呢，其实黑棋也有可能的，也有这下方也是飞压。哦，这个要盘一下。盘一下，然后飞。对，也可以吧。这样我怎么走啊？是我也是这样吗？这样。爬你？对，你可能是爬一个比较好。我应该也就不会再花一手了哈。这样可能我也得再爬一下。形成了一个同形、啊。同形在长，我在长这个。这时候呢，可能白棋就先拐了。就不走吧，就是这样哈。这样的话呢，毕竟白棋是先动手的一方，可能还是稍微有利一点。虽然黑棋很想飞压这一下啊，但是想走，可能现在飞压不着，因为被白棋飞压的时候，走成这样了，然后他就飞出来了。对，黑棋就是正常的就应了一个，然后白棋是取地了，对，坚定。这个定式我总觉得好像也很久没看到似的，因为他可能觉得如果是尖起来或者飞的话呢，因为黑棋这有个飞的这个，这个头已经出来了，所以这边价值呢，他觉得往这边。把这个头翘起来，这个价值变小了。所以呢，他觉得还不如干脆是走这个实地。坚定哈，坚定这样实惠。很简单的一个定型，还得拆。拆是很正常。然后白棋逼住。白棋是不是先飞了一个？先飞，小飞手脚。其实呢，白棋这个地方呢，黑棋不走呢，白棋在这一带拆一个也是很大的一手棋。有这个心情啊，开拆，好像手脚也不是特别急的样子。对啊，感觉因为你无非黑棋就是挂脚嘛。我在手就好。手脚，也是正常。是的。这手棋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拆一个。他是直接手了。实战呢，可能觉得，丁浩呢觉得你不走的话呢，这边我下一手逼过来也是非常大的。对。他觉得你在这边猜，他就抢这个 B。那黑的就走这个了。现在丁浩选择了一个比较，就是说这手棋呢，应该说是比较的稳健的一个下法。一般来说 B 呢，我看之前还有往这 B 的，走在这里啊。对啊，我看好像是柯洁跟那个申敏俊的决赛，好像就是 B 到这。是的，对，是的，是的。B 呢，他是希望白棋拖。一般如果拖断的话呢，他就这样简单的就打了，弃掉了，对，就弃了这个子。反而是等于转身啊，对，那我长吧，他就拐起来。哎，这个棋形我怎么走啊？这个以前好像说并一个，对对对，并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配合呢，黑棋还可以。是。逼在这也是有的啊。还有一种，其实逼在第一路。第一路逼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样说下一步就严厉了。对，下一步我即便不坚定，我就让哪怕跳起来，对这个白棋的威胁也比较大。是。因为丁浩呢，他实战呢，如果走在这的话呢，他下一步其实大概这个飞也是一个要点。就说这时候呢，他如果逼呢，他不怕白棋反夹的话呢，他可以选择这个飞起来或者跳起来。可能跳起来可能会更加的对白棋威胁更大一点。也是可以考虑的，紧逼一个。这儿。然后他呢是没有在这里硬了。对。你走上面，我走下面。因为你在逼的这个松的话呢，他确实是白棋，不是很那个。不着急。对，不着急。你比如说你走过来呢，他有飞啊，然后有走别的，他不着急了，他就先抢这个逼的大场。然后他是尖冲啊，尖冲是这个小飞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这个尖冲呢，就是作为黑棋方最希望看到白棋的下法，就是爬这个。是吗？爬就如愿了吗？对，黑棋就跳一个。这以前其实我那时候下比赛的时候我还经常。别人尖冲的时候，我还经常去爬了袜。你觉得挺实惠的呀？对，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黑棋比较希望看到的下法。就这样吗？对，飞或者飞这个都可以。就是走在外面吧。对，这样开局的时候呢，白棋走在里面了，黑棋走在外面，这样是
黑棋比较满意。对，黄老师说了，那走这个我不愿意爬，对是吧？所以实战联校，当然他们现在是很熟练，对啊，肯定不会就是这个下这个胜率低的下法。他是走在了这里。走这个呢，他实际上就比较注重这边的我黑棋的模样。他呢，大概就是希望呢，黑棋冲下来，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对吧？对，挡一个，那我长，然后他在这边拆二或者飞起来，他是希望把这个棋转到这边来。这样我这三个子是不是对还很重？对，就是失去目标。是。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丁浩呢，他也就是觉得这两步棋呢，他有点先走便宜的意味，他也就脱先了。他就脱先了。这个地方不走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思路啊。对，现在很经常是脱先。然后他走这个了。对，这是一个要点。刚才黄老师说这招其实挺大的。因为你不走的话呢，白棋即便拆个一或者在这边拆个高拆一个都是非常大。有了这个拆之后，下一手打入呢就比较变得严厉。严厉了。对。而且他这个拆完以后，下一手，因为他有下一手黑棋这个点，也是这个他的后续手段。是，在这儿他们两个人，我看有点你下你的，我下我的意思啊。这个下一手白棋就没有马上在上面表态了，它是飞。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这个飞呢，间接的补了这个黑棋的这个从这边打入的手段。它多了这个子以后，那个作战就变得更加的有利了。是的，这个我就觉得他没有马上在这个子这里走哈，对，飞一个，会不会有一天想要说鲸吞了你这个子？有可能，将来他可能不是就不是爬了贴了这个印了，他有可能什么照过来啊，从外面走。是的，也是这手飞呢，也是对这个子远远的一个攻击吧，远攻嘛，对，一个威胁。然后黑的也没有走，对，黑的继续啊。攻击他。这手棋呢确实是很厉害。白棋如果黑棋肯定希望白棋贴一个，那他一长那就太舒服了。真的是这个又得实地。对，然后这几个子孤零零的也没有眼位。就只能单关去跑，效率很低。这个白的有点惨。白棋是不是宁愿是这个棋形也不愿意这一下？总之呢可能都很难受，我估计你走这个呢我就顺势长也很难受。所以呢实战这个连校的这个定型呢还是比较好的。他就转身了。对，他转身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拖。这时候你如果走里面的话呢，这样他再贴这就比刚才要好多了。哎，是这样，我打我哪怕就接住。我这儿有跨有断的。对，黑棋正常呢大概要猴一个。这样的话呢，那便宜多了，跟刚才贴了长比呢，等于贴的时候黑棋跳了，那白棋哇粘着，眼位也好，将来挡了一些，有个眼位，目数眼位都会好不少。不舒服。所以这个跳呢，这个拖的时候呢，黑就必然要反击。就是黑的呢，一定是拐，然后他就不挡了，他就粘上。现在没法挡，挡被黑棋冲下去了。这样子。其实这也就是很多这种棋形也可以称的新的定式吧，大家也可以记住。对，现在有了这种新的演变下法。只是大家把后面的后续的变化要搞明白了再下比较好。对，就是顶现在这个棋，黑的要立，然后白的呢，他要花一手。对，他补在这呢，因为你如果补在这个挡的话呢，这被黑棋先手搬粘呢，这就太难受了。这样的话呢，他立的话呢，将来瞄着这个白棋在几段的这个就严厉多了，这个几段。那这个地方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我要不要先走一下呀？先走我肯定也是挡住。你挡住我再走，以后我确保这个地方可以，因为我担心我如果走这个会不会将来我再挤。那不会不会。有变化。可能性非常小，你挤的话如果黑棋接着被拐过来。这个可能性太大了。黑的一定是挡的。因为你这个地方被白棋出头以后那个脚上的收刮都没有了。因为本身这个局部呢这个小飞。这个涉及到一个死活。对，我就一往回定这个地方收刮是很。这我怎么走啊？我你如果不能走这个啊，不能最大限度。如果我粘，那我将来这一档这还有一档。哎呀，这个棋难受死了。
那我甚至黑棋直接来这个来收官呢？之前我说跳这个最好。嗯，但是跳这个，就是一个他这个挡也是先手，对，对但是呢这样挡的话呢，黑棋好一目，会好不少，而且气要紧一点。嗯，对。这样的话呢，黑棋有可能将来是挖吃了提，让你做眼，这样目数可能会好一点。哦，有可能你现在呢，从局部的角度来说，可能跳比这个接要好一些。嗯，是。黄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一旦被白棋出去了，这个搜刮就没有了。但是呢，能走成这样，其实总是好的。我觉得黑棋能搜刮成这样，但是我会顶吧，黄老师。现在您的走，我肯定是顶。顶。顶你点我就做一个局部来说这一点是就是我就没有目了嘛，但是我不是不光是没有目吧，可能。哦，我现在是有气吧。对对对，但是你很惨。我这样一扑了，嗯，在外面这个变成先手。这个是一个局部的死活长形，大家要注意。局部你是能活，但是呢这个外面呢全是先手了。对，因为这个时候注意不能脱先也不能乱提哈，必须得从后面吃。嗯，但是这样我肯定也亏。对，这盘棋基本上我看也差不多了。你如果被说成这样，是的。但是可能走不着，可能这个打和扑了打，嗯。我，你可能得想办法或者脱先什么的。你如果被说成刚才那样的，可能是有点太惨了。对，嗯。总之这个地方呢，黑棋呢可以考虑先试下硬手。嗯，白棋反正跳进去，我目已经便宜了。嗯。黑棋呢？现在，他现在白棋立到这儿以后，黑的就从这里来打入了。啊，就打入高打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嗯，因为他可能低打的话呢，他觉得呢这样棋呢被尖顶了，嗯，他顺势再一贴，这样白棋棋形呢才完整。嗯，他觉得可能这两个交换呢，也许呢白棋便宜。这样子。嗯，因为你这个地方呢白棋不交换的话呢，将来这个局部呢，从局部来说呢，就有一个脱了连扳的棋啊。哦，可以转地。从这个局部来把它的地挖掉。你这样从外面打的话呢，啊，那我活得还挺大的。对，挺实惠的，真的打过来。嗯，对，这个目数还挺大的。 嗯， 嗯，所以呢它这个高挂呢，它应该是将来是保留这个脱了连扳的手段。嗯，相对以后有灵活一点的选择。嗯，白棋也是贴了。嗯，然后黑的是跳。嗯，这样先处理这边。嗯，然后白的就打入它了。黄老师，这个打入呢，实际上它我觉得它是一种调子。嗯，它应该就是希望黑棋贴贴，它是往外藏，就是这样顺掉的。哦，我要再贴，那我就你就再藏。嗯，这个方向就比较好。对，你如果再在这边，你这边总得现在这个情况，你肯定得印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印，对，跳一跳。啊，那我再在这边攻过来的话呢，这几个子呢，就是它等于就顺借掉了。嗯，多几个子呢，对这个攻击黑棋呢就有很大的帮助。嗯。所以走这个问问你的硬手。嗯，对，看看黑棋怎么走。啊，黑的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尖冲在这里。对啊，这个棋也是大家现在的棋也是越来越自由了，以前的话可能他其实也就是想顺掉吧，你冲我扳着多几个子，我在切的时候呢可能是作战更加有利一点。对，你想借我的调子。嗯，但是我现在反过来啊。嗯，也想借你的调，就白棋是冲。嗯，我就扳住。他冲完了，他可能就是要断了。啊，不可能说我走别的。那你走别的，你这个冲可能还不见得便宜。不要撞后了。可能走，无非就是走这个贴住。但是贴也不知道，就人家顺势顶了扳，也没走到东西。嗯，这样的话呢，我即便糊一糊呢，嗯，也是。对，这边也挺大的。嗯。接住也可以，接起。啊，那他断就等于要从这边去。对，他觉得还是断，觉得这边价值比较大，将来还是想从这边挤断出来。嗯，看看他实战吧。嗯，然后他继续压。压一个呢？正常的，我的感觉是长长一个。对对，这种地方就是走铁了。
嗯，这个总感觉被人家扳二字头，对，还是有点不舒服。嗯，这样的话呢，丁浩可能就是大概也就是这样贴一贴吧，贴我长吧。嗯，贴一贴。哦，您就争先手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丁浩，然后在这边下棋，或者在这边想办法。是，可能是一种思路啊。对，应该是他的。他是这个。嗯。连下呢，他可能想在这个地方不让你争先手，我觉得连下可能是这么想的。嗯，这连下作为上一届的天元，这一届应该就是很想杀回去。是的，他肯定很重视，会很重视这个比赛。嗯，想要再回到那个杨鼎新面前。但是呢，他这个碰到丁浩啊，我看了一下他们之前的这个战绩啊，好像从2007年开始，丁浩好像是4-0对连下。2017年吧，啊，2017年，对对对，2017年开始啊，4-0的战绩啊，好像是一个连下的苦手，啊、这个丁浩，确实，这应该可以称之为是克星了、啊。他们的棋风可能有一定的不一样啊，想要复仇也不容易，想要再回到这个田园赛决赛的舞台，看来过丁浩这一关也不容易。哎，是的，主要现在丁浩也非常的强，是的，也是我们2000年比较。有希望的棋手、代表人物啊，好，贴贴啊，长，然后他是跳，这样，跳本身也是，应该是这个地方还是得补吧，可能，挺大的这手，挺大，他是断，这他们两个人在这儿，对，这个断的第一感会不会往这边想的，其实。或者从这边想办法攻一攻啊，什么靠一靠啊，正常的想法，那断呢，可能也是想在这边制造头绪吧。对，看看你怎么走，黑的走的也挺强。其实正常的感觉是冲了往外冲，这样，哦，哎，我这个你是不能往里面打的，你把我打进来，对对，打进去，所以你只能拐。白棋现在不能冲了，这冲过来了，只能走这个，那我只能拐过来了，感觉这在这边断开了，对，这是不是也很僵硬的感觉，也很想这样下，这个白这应该也是一本道，他肯定连下肯定也这么想过，肯定也想了黑棋这样的反击，觉得似乎这个更容易想到一些，他实战是丁浩实战是单长了一个，往外面去插，这局部他就觉得能解决是吧？他局部他觉得你如果在这边粘的话呢，那他这个靠这个虎的先手，什么再跳一跳吧之类，他觉得，直接来对杀的话呢，他觉得黑棋是不怕的，但是你如果不接的话，打的话，这个气又太紧了。对，打是一个下不出手，二一个对气来说也不便宜。所以他就觉得暂时没事儿。所以他为什么是跳？跳了一个，跳一个呢？连笑呢？应该他的意思就希望你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再接，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待会我就接住。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这个虎刺有点先手，所以你这个地方可能一下不好。度过了，即便你虎一下，对，不过就硬了，你不管走什么，我都是扳顶，我都是虎，就虎一下，这样一个虎是，所以跟刚才黑棋跳过比呢，这样会好一些。对，主要这样子杀气，黑的也是没法和白的杀，跳一个，所以他实战也没敢阻住了，所以这样。看一下他们这个叫吃，这不叫吃，他可能是这个地方连笑呢，他如果觉得直接搬过呢，黑棋就脱先了，黑棋脱先在这边先走，那还是不一样，所以他在这边呢想抢个先手，这个叫吃应该是，突然变得激烈起来，这个对啊，怎么我去看这个就觉得这不要出事吧，这个是谁杀谁啊，杀肯定是那个黑的杀白的了，但是呢，这个棋呢，它就是它的意图呢，应该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叫吃的话呢，
我再那我再搬，这样的话你就必须得变重了，黑棋你再不走就被我接住了，你再走呢白棋就在这边先行棋了，先攻击了。所以呢这时候呢丁浩也识破这个连下的意图了，必须得阻断阻住了，这个一下就变得激烈，白棋冲是哎，白棋先挤了一个，先在这儿，我就说他先把这个走掉。对，这制造劫财，因为他怕将来真的打起劫来，你挤的话，我还真有可能往回接了，或者脱先了。先把这个黑棋走中，创造劫财的意思。好，然后他抽。劫财的意思，他现在不粘那个，他粘这个。对，他没法粘，粘被一挖就没有气了。粘这个呢，气很长，这个。哎呦，这这么复杂，黄老师，那黑的有粘上，黑的粘上，是的，然后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从局部来说呢，应该气是白棋杀不过的。比如说你粘上的话呢，我这一路一搬，这一搭我就接住，黑棋就打了。我跟这边杀也杀不过。哎呦，差一气啊！跟两边杀好像都是差一杀这边，没有双活啊。虽然说这两头都有攻气，但是不行。但是呢，他这个棋呢接完以后，这个外面呢黑棋四个三个子气非常紧啊。如果是这样，我有五口气，外面有借用。然后呢，他再从这边断出来制造头绪，这样，那我如果不粘这个子，我收也不行不是吧？直接粘那就是打劫嘞。你如果立一立，可能。在劫财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但是这个你劫输了的话，被提起来会损失很惨重。味道什么都没了。而且呢，你这个还需要很多劫财，你要这样下的话，首先我虎就是一个，你就得硬，这些都是劫。对，你有很多劫财才能这样下。对，得有很多的劫财才行。他是从上边来寻找头绪了，断。断一个。这应该都是连下的既定方针吧？早就。对，贴长飞，这个地方都是进行比较正常这几手啊。这就放着。对呀、先不动，先，因为你要走的话你毕竟要花两手棋嘛。这边你一下削不进，脱不开手，这边暂时可以棋。他就接着靠，也就是刚才您说这个意图哈，瞄着点这边。二个呢，现在这个地方有个断打出来，这个子呢，这个子也不能被轻易的撕掉。黑棋这个子如果被白棋吃掉的话，这脚上的收瓜都没了。这个棋他现在一挖，他可能是觉得正常下的话呢，因为你走这个被虎有个虎，这个不行，不太行。所以你正常长的话呢，他可能觉得白棋什么这一带走一走啊。一个是瞄着这个叫断吃这个子，二个呢这个地方接住呢，下一手呢这个一照，这个气可能就不够了。他可能是担心白棋这样下。那他挖了对方就不能这样了吗？挖的话呢，那你如果打外面那我好多了，我接住的话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想吃这个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你吃的话长的话这地方有断点。因为你如果正常走就长变成线手。对。他希望白棋打外面这样接。这样的话呢这个子呢就不是很好断。对。这个还挺奇妙的。不知道白的这个下法。他实战的下法那就能解释得通了。他是先吃。对，他不愿意，肯定是不愿意打外面。打外面白棋这个棋形太差了。也就是你现在给你选择，你可以出来。那这个出来这个子好像不能被轻易的啊，但是上面那个被我给吃了。但我这个肯定会尝一下再吃你。然后这儿也是有好多劫财，这儿也解决不了。对。现在总体来说呢，白棋的思路就是通过这个黑棋这个三个子，基本上这个棋基本上可以看成这个看成是这样。对。利用这个黑棋这个三个子呢气紧的弱点呢在这一带缠绕攻击黑棋，包括这地方还有个断。我感觉配的也有点头疼啊。是这种棋遇到有劫的时候这种棋感觉很费脑子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计算稍有失误的话呢这个满盘就结束了。对啊，因为毕竟白棋相对轻一点。这种棋总归
好像我觉得白的嘛，办法多一点。白棋反正总的来说可以弃子，实在不行。嗯，那个黑的就不是了。对，黑棋不能有半容不得半点的这个无算。嗯，然后他这一下特别凶，他呢是顶了一个。对啊，他顶一个就是也，首先这个子不能被吃嘛，他肯定是要防这个。顶对白棋有危险。顶一个，那我。他实战也是特有意思，搬一下，搬一个，就有点像 AI 的下法。这个搬倒是我不知道便宜不便宜啊，反正他肯定是要从这边断吃了。是。然后你要是长的，看来这个两位棋手的这个力量都非常大，战斗的这个欲望都非常强，这盘棋来看。是的。他这个搬还是没搞懂，跟哪个地方有关呢？这个搬一下。他搬，他无非就是这时候。比如说你如果直接来的话呢，这个贴先手，他怕这个夹先手，给我争了。他搬着的话，你夹的时候他就虎了。所以他这儿有交换。然后这样了之后，轮黑棋，黑的就长了一个，黑的长了，黑的也挡不到哈。现在挡不着了，这样。白棋拐一个，是白棋的。那这个脚上以后就不受委屈了。对，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棋的关键呢，就是白棋能够通过攻击黑棋，能够定型成什么样的，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我觉得这个棋肯定说是杀气呢，肯定是最后呢，黑棋呢肯定是要把白棋杀掉，不然这棋就没法下了。主要是黑棋要是不行的话，这一块、两块、三块都崩了。就看这个最后这个白棋这个外面呢，能够利用成什么样。对，这白棋还真的这儿挺下的，挺高明的感觉啊。那走这个。走这个呢，就是说对这边的压力大一点，因为他接完以后呢，下一手呢，这一招基本上这白黑棋气可能眼见的就气不够了，是出不去了。对，所以白棋走在这的时候，黑棋必然要在这边行棋。如果呢，其实白棋呢这边尖这个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对，这边压力更大。对，这边压力更大。下一手这个飞完，是不是死了？对，我甚至直接飞完一扳，可能就对，就点进去可能就死了。对，这样尖的话呢，我估计黑棋可能要飞一个。但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这样我再照过来，你可能……哎呀，您是觉得我逃不出去了？逃可能也没，应该可以。也不知道怎么乱走，走这个完了搬挖，也蛮复杂的，太复杂了。这个地方没有想象当中靠了往外搬都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恰打什么的？但是呢，因为连象他实战，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地方黑棋有什么突围的办法。是的，不然的话他直接尖就可以了。是的，因为尖你必须得飞那个。他肯定是觉得这地方可能有什么手段，黑棋靠了扳或者是什么。是，肯定不如在这儿稳妥。那既然走这个的话呢，这个丁浩呢，他肯定是要在这边行棋了。他是提了一下，提，对，去飞。飞挡，再提回来，对，然后黑棋往外跳，这样的话呢，白棋如果再去强行吃这块棋呢，可能就比较难了，或者比如说尖一尖，对啊，这个好像您就这样冲两下，我都只好退，怎么都行了，对，这好像就不能直接来硬杀了白棋。他是接住了，接上了，把这个走清楚，看得清楚，再点，他还是要从外面利用，做一些利用。我感觉白的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不错呀？感觉上好像这个有点调子好。但是这个棋是这样的，你如果真是被黑棋全部的都是顺利的逃出去的话，好像这边毕竟还是有些损嘛。目数是啊。他是走这个。小虎一个，很稳健。他跳。跳那等于这个一跑，
这个也唱了。对，如果这边顺利出头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觉上黑棋还是可以的。这样子看的话，黄老师，就是如果说我们假设现在这儿进行这样，那我这两个我不太想交换，想将来再保留。对，我万一呢？万一呢？这谁说得清呢？或者我怎么样子从外头收之类的，就是这样就看清了，已经。他可能觉得这个棋如果被黑棋提起来，还是太干净。因为这手棋呢，毕竟将来即便从这边打了接，这边也全是先手啊。打了接，你如果挡的话，我接这边全是先手。对，黑棋能够提升这样，也是价值挺大的。没错。然后黑的是几个？几个是妙手吗？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一步棋啊。哦，挤完这儿有一对，因为他期待你将来立的话呢。那我再做活，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挤，这边多了一个断点来起。对，他可不是跑这个的，大家注意，并不是要逃两子啊。好棋。哎，那白的还防不住了。对，局部正常大概也是只能长嘛，一直立，然后再在这边想办法。他是把这个打了粘了。啊，打了粘，那他就放弃从外面这个利用的机会了，这个联想。那这样的话，对，他就是把这里的墙走的厚一点，对，就是这样，暂时只有三气了。就做这几个先手，然后再想办法攻这个。他们这盘棋的进程其实还是挺慢的哈。是的，因为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个大半边都很空旷。对。然后呢，它接下来是长，立，这都是正常。后躺。将来这边的定型大概就是大飞了，能够大飞也很舒服，大飞先手，大飞伸腿。大飞我该怎么应呢？我。你正常也就顶住吧，顶了挡住吧。啊，对，然后你拐回来再补一个，我有一二三四五棋啊。也挺舒服的。现在看白棋就怎么攻这块棋了，现在的焦点就是实际上白棋在这一带呢做了一个弃子，相当于对，那就像黄二你说，就是黑棋在这儿的目数还是有些得的。对啊，有所得，看白棋那儿怎么处理了。而且这个地方毕竟将来还是有一个几段。对，白的也不是百分百厚。对，如果这边啊，但是暂时不怕，因为这个几段的话呢，我就打了接，你再断我就冲出来。黑棋的气还是很紧。然后看看白棋，靠一个。对，黑的大飞，交换一下。对，然后搬。哟，挖一个。挖一个。这样子的时候，黑棋下一手是点一个，点一个，这个双方下的很精彩。这个棋呢，它应该是点一个呢，也是很机敏的一手棋啊，因为你现在没法在这个局部走不动了。你团我可以拐过。不能挡。对，你挡一路的话挤出来了，挡我就挤过来了。所以他趁你没有交换的时候呢，他先点一个。哎呀，那我能贴吗？只能贴了吧，肯定。哦，他实战也是压了，压完我这不是都先手了。压完黑棋如果再搬的话，那他这个打就先手了。那你是不是也要尽快交换呢？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跟上了他们实战的这个进程了。就不知道他打吃不走了，这个地方又他觉得搬的话，他是不是担心？对啊，担心我是不是挡掉啊？挡掉，挡掉就是这边的气出来，然后再打吃这个。对啊，我这两个都是先手。对，这好像不需要我怎么应了。但是他交换一下之后又不走，那我挡掉完了，你亏不亏啊？所以说他现在没有搬这个。他没有。他去打吃了。
但是很显然白棋肯定是要粘、对，因为他为什么呢，他走这个的话，这样被打的话呢，这样被这个子不能被空提起来，他是准备打完以后再弃这个子，他打着以后再搬嘛，就是以后我有可能还能从这边出来威胁你，打完搬他没走、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跟上他实战了，我们看他正常是要走掉，现在白棋飞也挤不过来，棋盘也拐出去了，对，等于我把这就走了，这样，然后我是吃，对吧，我现在轮我，我现在是插一手吃，那他就是在这边要做活了，可以，这个活应该容易吧，怎么活好，活最简单的虎就活了，最简单的虎了，搬了虎基本上就活了，他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是吧，不会活得这么不肯，那能往二路漏吗，那我不是有个尖，尖他有可能把这几个弃了吧，我就爬过，哦，也有可能，对，你尖我就爬嘛，把这上面几个弃了，你要吃这个我就二路搬或者挤，但是白棋是不是会不会吃也是个疑问，白棋很有可能也是从这个下面来收这个，那我黄老师我找个字出去了，那我会不会跟你互跑啊、我把你的这个眼形反正也破坏掉了嘛，虎一个，这个形在哪里啊，虎这里，虎这个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吧，就是看上去你要跳的话我再尝、是，其实最普通的就是接住嘛，或者这样的话呢黑棋也是顺利的逃出去，你觉得黑的好像还挺不错的、感觉白的也很孤单、白棋还是想从外面打、打开就看定型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地方对，现在我们是跟上他的进程是吧，对，他还没有走呢，这个局部应该说还是挺关键的，多想一想，应该说这个棋形是五目棋，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四目这块，两目十五十六二十一目，黑棋那边三目这块呢十九目棋算虎了班先手，黑棋多一点，比这黑棋这两块比白棋这边要稍微多一点，其他的这边就是这两块、黑棋这一块跟这一块比、那也就是说如果黑棋这里处理好了的话、这边其实也挺可观的，我觉得这棋形势还是挺接近啊、而且这未来还欠一个，对，这地方定型成什么样，因为这边黑棋走成这样的话那这个将来就有这个几段了，对，就不差这个冲这些、至少黑棋在外面这个什么飞一飞啊都是先手，这边这边模样还是很可观，但是现在的问题就这边会定成什么样，定型成什么样，就是说但你这个漏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白棋这种点一点之类的也好像、黑棋也挺苦的，对，也不能让你太容易啊，好像是不是，那我能不能成立是个问题，那我走这个您会不会也点我呢，所以说这些地方怎么定型，拖一个你应该不敢搬，搬我把你断了，拖了拖了长是最简单的啊、这个应该活了，我立一个你再活，但是这个棋将来被飞也好像也活的不是说特别的，我还因为这个是先生哈、还没活得特别干净，对哦，这个地方有意思了，大家看挡的话这可以一路加，虎的话呢又有扑，扑了再打进来，还真的除非就是在上面做眼、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怎么活是很关键的，这黑白双方都要考虑、白棋现在是挡掉了、这是两气没走，白棋应该会要从外面打，我觉得，因为你这个尖的话呢，
这被我接触去你自己这块其实一个眼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个地方。这个就负担有点太重了。白棋肯定是要从外面来想办法攻击，把黑棋封住来收刮这个黑棋。是的，顺便把自己走后。哎呀，他们两方现在都还在长靠中啊，就说明应该还没有到读秒啊。那我们在，因为我们的这个转播的时间，咱们是到4:30哈，给大家换一盘。估计会讲，就是我们结束这盘棋的时候呢，结果肯定是出不来。对，因为我们其实选择这盘棋也是因为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大家投票来选举的嘛哈，所以我们讲了这盘棋，可能今天估计在我们讲解结束的时候，这个胜负也许不一定能那么快。很漫长。真的是因为挺关键的，这不好说的因素挺多的。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他没下，可能他也在犹豫，该甚至白棋这个局部，断这个会不会？因为你打，毕竟将来还存在黑棋翻打的这种事，会不会断？是不？从局部来说，哦，就您假设这两个是先手了，这没问题。你打的时候呢，我再翻打。翻打，我如果粘呢？您就顶，但是这样的话外面会不会还是，对啊，外头是不是封不住啊？顶掉了，顶了再压住，我是不是也能强扳？将来这个扳了打了哇打出来，对，强行的作战，正常来说应该还是只能单打这个。这样黑白反正都有一点儿，因为白棋也防，黑的要是活了，这不能打出去吗？但是不吃好像不行，肯定得吃。我如果脱了力呢？脱了力，我点完了，您是活的吗？点，我只能往外里面拐了。有，那我顶一个。顶一个不解决问题，顶我就算了，不解决问题。你要不接一个，这里面是怎么回事？那我黄老师，我是不是还不如挡住呢？我这好像不可能杀你了吧？是，那挡住吧。挡住。您断一下。断一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在火这个棋心？对。是不是？这样眼型比刚才放在这儿要好得多。脱了力，点一个再拐。这个很考验计算力呀、现在连校也在常考。这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好像他现在作为白棋方的来说，他会想从这边走吗？正常来说，他如果对于这个角他有新下法，对，他可能就会真的走了、就会走这个。他是担心黑棋脱了力哈，他就失去目标了。哎，那这样的话，那黑棋怎么定型也是个问题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这个胡一个，我的话呢，白棋很想从这边拍，但是这边被黑棋尖过来呢，白棋这个路太窄了，白棋跳，已经这样了哈。再长，还是单接住好？这个地方定型怎么定型好？您接住的意思就是将来想挡一下喽？接住嘛，我就出头快一点。我跳出去的话，出头会快一点。相比这样虎了长出来嘛。我这样接了跳，肯定是出头快一点。不知道，这我觉得好难啊，好难选。白棋走完又该黑的选。他可能唯一比较白棋自慢的时候，他就能尖找一下。对。木梳上。对。舒服。哎，我是不是想先吼一下，是一样意思。没什么。先吼一下。没什么，也是一种不错的。这样我就不卖这个了嘛，我这儿保持两气。不是，因为你先猴掉的话，你能只能猴成黑棋接住的话，你再接你总是好的。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不错，走的再还能把这一幕再给他抢了。这可能倒不错，但是你能，这毕竟这个子比点在这应该还是好一点嘛，猴在这稍微看上去更加厚一点。果然这个三套呢虎了一个。这个虎其实也是想走的一个，
苦呢，就还有一个好处呢，就逼迫这个白棋把这一下撞气，撞气，这样的话呢，黑棋这个气呢，彻底的放心了，什么都没了。对，因为这个气不撞的话呢，毕竟还有两口气。现在，这个地方他将来这个挤就完全没有顾忌了。这个虎呢，丁浩这手棋呢，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个要点。多半只眼。就像刚才我们如果正常是接一个的话呢，他觉得白棋这个地方眼位。现在呢，黑棋虎在这呢，你将来呢，你再和我可以团在这了。对，这个是走不到了。等于黑棋现在差不多有半只眼了。刚才猴跟接的时候呢，再被白棋尖掉呢，白棋有半只眼。对，黑的没眼。所以丁浩呢，他觉得这个虎是一个要点。觉得这儿很大。反正你也不能吃我，你大概无论从这儿怎么走吧，然后我就顺势。他觉得反正你现在也封不住，对，这个思路也是很好的。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正常大概就是从这边点。您要杀我了吗？看这个样子，我没有杀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这样的话让你出，我自己出都。更加畅快一点哦。那我那你会不会有点担心黑棋穿过来？我穿一个您怎么办啊？是还是要防着这个、我穿好像有这招啊。这样挡黑棋就冲了，我就挖出去了，是不是直接给你挖出事儿了？这个气可能黑棋白棋挺紧啊、我已经虎了，我应该不会在气上有什么还担心的了。哎呀，那等于你就只能跳在这儿好了。再跳的话，穿，能穿的话还挺愉快的。穿的话，这个地方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讲。哎，您就正面跟我对杀了。对，如果正面杀的话，好像觉得我是。吃我怎么这个吧？这个有眼，我就对我做出了一个眼，应该正面来应该是不行，杀不掉我了。怪香。那现在他如果怕你穿的话，他不能走这个的话，白棋应该怎么攻？这个是个比较难选择的时候、那就是飞。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样？我觉得黑的走好硬啊，我就想虎一个。感觉我的弹性比你的大一点，然后我还有下一手。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很关键，如果被黑棋太顺利的跑出去的话，可能这个棋摆的有点着急啊、因为这个棋你要是跑着跑着万一影响到这边了，对，这边其实还有一些先手的黑棋啊、好像这一串是不是黑，就是感觉白棋没什么收获。也很难说，就是看这个地方的能不能怎么定型定得好一点，白棋作为白棋方来说，这就需要计算了，这个很重要。对呀、他还没有下，他觉得不好走，在这个时候真的挺关键的。我如果就这样点飞点跳，这样是太直接，会跳出去。这样靠是不是太直接了？您是杀我吗？我总觉得好像有点虚。这个这样藏回来。哇！这是要杀人。这个下面黑棋大概有半只眼吧，团一个。我也不一定。但是您要是实在不行，您可以先挤我一把，把我眼都挤没了。是是是。我会死吗？我还是觉得不一定。其实我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把你一起、但是你如果活得特别苦的话呢，我也可以。是的，
这我怎么走啊？我也不会，我也不会了。看着我这个也很慌。对呀、啊，这个要是真的、嗯，真就这么一靠，那我靠这边连扳。那我能把你一个子提起来，你肯定靠。不会去袜粘吧？袜粘是不是也太损了？嗯，哦，这个手段。意思就是我要是粘你可以飞出来了。对，但其实也毕竟就行很多，你飞我就硬跨靠断。这么凶吗？这个这里我打，哦，我还真是这个眼位有可能被，你只要被打有点难，对，有点被硬贴住了、嗯、我粘你就顶，你就顶我，哦，贴住我是吧、嗯，也挺有力的，哎呀，哎呦，他实战上把我的气急、嗯、还真就是这样了、哦、大家看、啊、果然是点了跳，对，因为我们当时看不能走这个、如果直接跳外面呢被黑棋出去太出头太轻松了，嗯，哎，那这也有可能很快棋局会结束啊、嗯、我看看这个棋啊，嗯，也挺蛮危险的实际上，哎，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白棋跳这种太温柔了，对，你又不能跳在这的话呢、嗯、那被穿了出来，那你又不能跳在这，那显然就是这样更紧凑一点，这样，这样，我刚才那样的话我看似乎黑的好像要死掉了，因为没啥借用，那我是不是现在只能去想一些正常还是跳吧，嗯，就是靠的时候我来给你这边杀一杀，好是行吗，这是我正常的长吧，啊、嗯、我搬呢您就搬住我，有没有可能跟这块杀气啊，我也是在想这最最没有长一长 对, 对，就是最最没有什么那个跳住，这样的话您是可以挤了顶掉，这我就没有眼，看起来好像是白棋，我真的是第一感好像白棋还可以，嗯，白棋好像空间更大一些似乎、嗯、就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杀，这样的气，那我就把这个一猴这个一挤，对，这一挤看起来是白棋气要长的啊、嗯、有什么办法，我每提黑棋想一想哈、啊、一跳在这儿啊，我觉得刚才那样好像太危险了，袜粘了虎这样飞被靠住，嗯，正常的感觉还是要走这个，刚才靠我如果往这个下面来，我如果搬你长，嗯，这个是不是会，我不刺你了，我往外拱呢，怎么拱，现在你毕竟还没有挤着我，这地方还是有半只眼，嗯，这样走你就，反正我，嗯，你退一个可能也能活哈，我唬你你还可以挤我，我敢硬来吗？打进来，打完了粘住，打了粘住啊，打完或者虎一个、嗯、啊，但是这个冲了这个脚上，脚上好像也不太怕吧，毕竟黑棋，你觉得能这么彪悍的打掉？嗯嗯，这个我脚上能出点什么招吗？就局部来看，哎呀，真是头疼。嗯，反正他实战好像已经跳了，搬成这样了，我们就觉得。哎，是的，实战就是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变化。那有可能就是黑棋总归是要求个活。对，现在黑棋我觉得。就是想活嘛，白棋、哦、好像这个棋变成可能明朗化了，这个就杀了，对对对、嗯、就是白棋也不要什么木了，对，白棋也不管那么多，咱们也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嗯, 嗯, 嗯，局部来说好像接住被扳住是不是有点
如果挤这个的话呢？挤这个的话，你很有可能，你要杀气的话，也就断我了呀。你这个断我就长。对啊，挤就跟您顶了。对对，顶了班一样。是一样的。哎呀，我还是觉得黑的没有那么容易死啊。就，但是一下子确实也没有看到说很明朗啊，活路在哪里？这真的蛮考验人的。跟丁浩跟连笑，不过还符合连笑这个杀棋的力量。嗯，哎，黄老师，我不会死吧？我这儿不是有半只眼吗？我如果就走完了硬傻狗呢？你说刚才这样，哎，这样，我就做一个。好吃。哎，哦，那我不好操作。你是不是得靠这个？怎么操作一下？也不会下，这样可能不是很好。对，但是我刚才那样，我确实也特怕你打一下了，往外头一补，我怕我的棋。看看，我们看看。嗯，他还是虎了。嗯，这挺关键的时候。我们再看两步啊。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等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盘棋。跟我们预想的也差不多，这盘他这个下法。应该说双方是下出了最强，貌似好像是只能顶一个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打了打这个，打了再接着杀棋，就是白棋也已经没有退路了。力是啊，力你就接外面，会不会杀到外面去？我觉得这个啊，您还要断在我外面。对，比如说我力啊，你接这个，我就普通的提一个，你大概挡一个，然后从这边断，这会不会？呵呵，这个也行，但是利用自己气比较长，然后跟这边再杀。但是怎么杀呢，黄老师？我那边就比如说就碰一碰什么的，我都不动你，不好杀吧？杀这活着就行。对呀、啊，不好杀。还是得在局部。哎呀，但是局部确实没看出怎么活。这个猴如果猴爪的话倒是活了，但是什么时候猴呀？现在猴。现在猴，反正打一个你就不活了。我得冲断走那边。但是我这边怎么补这个棋也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先虎在这边。啊，您是不让我这个挤成为一个有断点？你现在这个这边半只眼嘛，你现在做不出两只眼来，你只要下面再做不活的话，对，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啊，比如说我挤这个，你关键你这一挤还是有点先手，挤我能如果是个接是先手，是先手啊，是先手，您这有一个团吗？哎，那这也有点问题，黄老师，您说不定能穿这个棋、啊，直接就穿、啊，是不是有一跑啊？这个没有的地方，所以您这个还慎重。这个棋现在吼一个是吧？吼一个，吼一个，我只能粘上。你粘这个吧。粘，要不然我平一子啊。平你？不知道呀，这个棋。不是你如果直接粘的话，那我一猴就活了。你必须还得。我就平。不，你这个先打一下。对，你必须得打掉这一下。你也有可能冲断我哟。现在来冲断，这个也不管了是吧？现在冲断，你会不会把我这提起来了？跟我杀气啊？我如果就看接住呢，接住你就。我好像是平在这儿。平在这是吧？我还是先打。走，我提。刚才是虎的是吧？这样的话，如果立。挡。你我团。团。我挤。反正我。这个现在是不是先手？不是啊，现在就不当个先了。现在你要补外面了是吧？
确实。那我现在从这边再断出来。我打。这样。嗯。哎呀，我应该不怕吧？我这儿随时有个后门。啊，它是挖的，嗯。嗯，挖。那也是一样吧。啊，挖你就打了，粘住是吧？对啊，我就粘嘛。嗯，但是就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打能不能打得着。打着是吧？嗯。这个打的时候，我要是断你，你是怎么硬？提了我，您是不是气不一定行啊？哎呦，这盘棋主要是太精彩了，然后没有办法跟大家在这个地方离开哈。嗯。哎呀，但是他们确实是可能也会落子比较慢，嗯，在这儿一定是非常慎重。要不我们还是啊，先休息一会儿。对，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天元赛的另外一盘棋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天元围棋品。